最近吞下客场三连败的皇家，面对天使先发投手 Weaver， 就像在做打击练习。于里把 Weaver 不到86英里的快速球，球球轰得又高又远。It is gone for a home run, and the Royals take the early 1-0 lead on Weaver. Weaver 被打出了9支安打，有7支是2垒以上的长打，但 Weaver 软绵绵的球路还是把伤害降到最低，只失掉4分。Weaver 一直撑到第5局，终于等到队友一连串安打制造的大局。That ball struck well to left field. It is gone.皇家的前5局打完，已经落后天使5分。从第6局开始，接连换上后援投手接力投球。到了8局下半，皇家派出王建民登板。Whack to left, Gordon make a nice catch. He's hit the ball on the line like every time. 王建民只用了1球，就顺利解决前一场打出2支全垒打的 Pujols。接着他的第2球，也轻松让5棒的 Calhoun 打成内野滚地球。There is Omar Infante. Yeah. 王建民只投了2球，就抓到2个出局数，非常精简省力的投球。不过6棒的 Simmons 还是和王建民缠斗6球，但最后打出外野飞球，遭到接杀。王建民今天总共用了8球，投出3上3下的半局，连续2天出赛，不但都没失分，还能维持92英里的球速，也让他的防御率下降到3.68。皇家中场就以4-9败给天使。目前在美联中区排名第2，落后白袜2场半的胜差。以上新闻王瑞宏，对于赵报道。